这个两年半零氪严重偏科。来来了，又到了喜闻乐见零氪新手啊！投稿的朋友玩了两年半啊，1499服的大胖家，代表三战的有趣内容也欢迎投稿。魏国二红司马懿，白板曹操啊，一红典韦，哎呦，有 SP 郭嘉，哎，马红陈玉啊，还有我们啊，俗话说得好，玩零氪没几家许褚啊，老朋友了。其他的没有什么好的，哎呀，这个魏国主队啊，确实一言难尽啊，哎。这个蜀国好起来了啊，姜维、一红、刘备，哎，军民肯定有了嘛，哎，一红魏延，哎，还有小光啊，有了一切，白板赵云、二红诸葛亮，天啊，三红典藏张苞啊，啊，这个稀有卡出的还不如出关兴呢啊，二红典藏关兴啊，白板关羽、一红马某，哎呦，还有那个 SP 诸葛，吴国哎，直接来一套虎城啊，漂亮，二红典藏甘宁。一红典藏吕蒙啊，还有 SP 吕蒙和周某，哎，这个号典藏运气一般啊，典藏孟获，典藏目录，哎呀，白板吕布也没有玩，指挥战法，哎，用武，哎哎，这就来了，兄弟们，铁骑啊、哎、非常好，军民啊非常好啊，主动战法怎么样？很少千军啊，草床啊塞，哎，非常好。哎，这个战法把分数拉起来了，突击战法呢，哎，折冲肯定是当然有的，速成啊，被动战法三巨头啊，我希望你上梁啊，哎哎，一个刚勇，哎，一个裸翼，天啊，没太平啊，哎呀，这个确实有点伤啊，没太平，玩了两年半了啊，那法师队太痛苦了啊，真的太痛苦了，兵种呢白马大象，哎，我没看错吧，啊，虎豹骑都没有，天哪，这个也阵型呢有畸形阵，但是没啥用啊，虎豹骑都没有，对吧，哎，没有太平，哎，看宝贝啊，哎，这个双特技的啊，踩踏马有一个迅疾提升8点的速度，雌雄双股剑啊，招猎的刘备专属，普攻有12%的几率使目标缴械啊，非常好用的。灵动甲，哎，两件灵动甲，哎呦，还来一匹踩踏马，那一共2匹踩踏马啊，非常不错。看队伍啊，哎呦，这么组一队盾兵啊，啊，姜维的夺魂加单锋啊，天哪，古城啊没有练。挺神奇的，你说魏国不玩也就罢了啊，这个小关也不玩吗？两年半零氪求贤2153啊，看原来换的是什么？哎，你换的曹操你又不玩，嘿嘿。好了，周一到晚上10点直播，永久免费靠背站，那么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